我明明啊，看见他把信放在那儿的。哦。爷，我这就去把信给你拿过来。姑娘，你快老老实实说出来，武松的信你藏到哪儿去了？我从来就没有见过武松的信，你别含血喷人。没有，你还狡赖。我明明看见你在看那封信，你出去之后我还进来看过，看完之后我就放在盒里了，你居然还说没有。四娘，原来你想栽赃给我。谁栽赃给你了？你敢说？你刚才不是说自己亲手把那封信放到盒里了？我只是刚巧经过，无意中看到而已。四娘，我是哪里得罪你了？你要这样子害我？你分明是看不得爷疼我，想惹火爷打死我是不是？今天春梅已经被你们打成那样，如果还不称心，叫爷也把我打死好了。爷，你要替我做主啊！好了好了，没事了。爷，你别听他的，我敢对天发誓，他真的有藏武松的信啊！爷，你看嘛，这种日子过下去还有什么意思？爷，这小妖精好会演戏啊！全都滚出去！是爷。哼，好了，别难过了，明天呐，我买个大宝石戒指给你。我不要戒指，我只要别受人欺负就好了。哎，有我在，谁敢欺负你就是找死。他们不只是欺负我而已，只要是你喜欢的人，他们一个都不放过。春梅今天被他们修理得好惨。嗯，真的？嗯，你去看看他吧，他说见不到爷。